大家好，我是 Jessie， 今天我们一起来煸小蘑菇，这是需要用到的材料，还有这个电子打火机。先打好底圈儿，有小横杠的这一面呢，做反面，也就是小蘑菇的里面，把轴线固定好就可以煸了。第一圈呢全蓝色，全程都是那个煸斜卷结。第一圈煸完以后呢，每根线之间的间距也就拉开了。我们在有间距的地方呢，加一组那个橘黄色的斜剪结，这样呢就把这个间距给补上了。就相当于两根蓝线之间加了一根橘黄色的线。这橘黄色呢，也相当于这小蘑菇的上面的彩色的小斑点儿。第二圈煸完后呢，间距拉得更大了，加上橘黄色的线，现在有八根线。第三圈从这儿开始，我们上来就开始加线。这第三圈呢，我们要加七根蓝线，每根线之间呢都要加一根蓝线。这一圈的颜色呢就是蓝色。Thank you.
编到第一个加线的地方，第三圈就结束了。这是刚才七个加线的地方，加上去的线一根就变成两根了。我们只编一根蓝色线，另外一根蓝色线先放在后面不编，换成编橘黄色的。这一圈是蓝色和橘黄色相间，因为有七个加线点，所以这一圈编完以后呢，应该是有七个橘黄色的点。在每一个橘黄色的下面都有一根蓝色的线，是上一圈没编的那根。这一圈呢，编到橘黄色处呢，就用这根蓝线来编。这一圈编完以后呢，是全蓝色。好，这圈就停在这儿哈。这个是上一圈第一个开始加橘黄色线的地方。现在所有的蓝线都在这个轴线上了。下面一圈也是第六圈，是蓝色和橘黄色相间，也是两根蓝线之间加一根橘黄色。
现在这个橘黄色呢和开始的第一个橘黄色呢相遇了，所以这行也就结束了。最后一圈是蓝色，最后就是把剩余的线剪断烫平。弄这一块的时候呢，最好是一根一根的来，别着急。就剩这最后一哆嗦了，要是把它弄坏了就可惜了，最多也就是两根一块。